我就说 This is love 这么专业的 dancers， 还有谢谢今天各个所有的粉丝，你们支持我们的创业项目，还有我想要谢谢，就是我们每个团队幕后也有一些外国的老师帮助我们，也希望大家给他们一些支持，谢谢。 其实最开始来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能力来给中国这么多优秀的舞者，给他们更多的机会，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。那我觉得到现在，不是我们做到了，而是你们做到了，这么多人都来支持你们，已经成功了，你们。感谢。 可能会让稍微强一点的会低一个先去，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会冰心的感觉，对对对，我们也让一个比较稳的兔子嘛，兔子吧，兔子。偷偷看你对谁。 是给的人，不得不承认，无可取代的认真。我是给。